正前方那个尖塔那个地方就是荷兰国小，荷兰国小。然后看东边那一栋大楼，就是最高那一栋大楼，就是赵家三叔、赵家和三婶他们的楼房。然后南北边那个矮的平房啊，土地。然后你看这座桥，桥梁通道左前端哦，你看路口那边，那个赵家的土地了。然后你看，在这正前方看到庙敬天宫，然后这里积水溪堤防，保护堤防要请了南天雷布大神，南天雷布大神，那叫堤防。前方堤防右边有红色屋顶，那是宋江馆、宋钢棍、宋钢棍哦，赵家祖先，就从那个宋江馆那边开始的。一头港那头港，赵家是从北边天水番鸭里番那处，番鸭里的番仔厝番那处的中寮的西边哦，西北边流有个地方叫尾寮，尾巴的尾啊，尾寮尾寮哦。还有现在有庙那个武汉宫旁边那边搬到一头港这边来。然后我往新营那边发展。